今日呢睇咗呢個女王做呢個預示我文，咁啊今日仍然呢係講香港鬼故事，但係呢應該加個怪字喺度，香港鬼怪嘅故事，咁啊下集當然呢有好多鬼故事啦，呢個喺香港發生，咁今日我想講嘅呢。 俾大家就係香港嘅人魚喎、哦，咁啊香港嘅人魚呢，就唔能夠同外國單獨咁樣呢叫做美人魚，因為根本呢，佢唔係美，係個人魚意思啫，即係話佢係喺魚。 同人之間兩者都可以咁講，佢係生活喺呢水裏邊嘅人類。咁究竟有冇一啲可以喺水生存嘅人類呢？呢個呢相當呢考人㗎啦。咁解呢？魚呢就用鰓呼吸，人呢用肺呼吸。咁根本肺呢喺個水裏邊呢都好辛苦呼吸。 佢唔係鰓可以濾過啲氧氣，但係咁又唔係喎。魚類裏邊咧，亦有用肺呼吸嘅，譬如鯨魚、海豚呢啲，佢係用肺嘅喎。咁所以咧，呢個人魚有冇存在咧，都成為咧一個相當咧好有趣嘅問題。咁啊，人魚喺邊度中香港嘅地方出現咧？咁啊～ 最近呢，中國南海附近呢就形勢比較緊張一啲，咁啊，但係人南海呢，喺中國嘅歷史上高呢，的確呢有記載咗有人魚嘅出現。佢嘅仲有名嘅叫南海鰲人，呢個字呢點寫呢？魚字邊，做個交通個交。咁啊喺邊度出現呢？ 喺當年有本名著叫做《搜神記》，咁啊《搜神記》裏邊咧，呢個西佢相當出名嘅，係當時一個作家咧叫甘寶，佢嘅大作嚟嘅。咁啊，呢個甘寶裏邊咧，個《搜神記》裏邊咧有記載話，南海有魚，一條魚，不廢。 即咧就即，其眼凹，如果佢流淚嘅時候咧，則能出珠，眼淚就係珍珠啦。嗱喺海中生長嘅蚌類咧，有珍珠啊，我哋知道採出嚟嘅新珠啊。 咁但係係唔係真係呢個人魚隻眼裏流出嚟嘅都係粒粒珍珠呢？咁啊有少少呢，我覺得都係傳說嚟嘅，或者呢神話嚟嘅。不過《搜神記》本身呢，都係一本好有趣嘅中國神話。咁呢個人魚喺邊度出現呢？同我哋香港好有關係喎。好多人呢就睇返個地理環境呢，就係喺我哋而家香港嘅屯門，屯門即係青山嗰頭。唔係啊嘛，係啊，喺當時呢嘅沿海嘅地方呢，已經有所謂大嶼山啦。 大嶼山呢係一個呢相當呢有趣嘅地方。咁當年呢已經有人居住，多數呢都係嗰啲叫做打魚嘅人，即係漁夫。而佢哋呢經常有記載呢，就係有魚同埋同魚類不成日有好難分別嘅人類。咁啊喺另外一本書呢都有記載。
话咧，有呢种咁样嘅鲛人，又系正话鱼子边做嘅鲛，就喺水流出现。咁亦有甚至讲到呢啲鲛人嘅女性靓女系咪咧？咁好难讲啦，都曾经嫁过去俾呢啲渔民嘅男性，仲话有生咗仔添，哎，咁啊真系咧，阿奇生阿奇啦。咁你究竟呢种渔人呢种嘅鲛人系唔系凶恶嘅咧？咁咧就记载上咧，我哋一睇咧都觉得并不是咧，我哋想象中咧咁凶恶嘅一种咧。异类嚟嘅，咁喺西方咧比较一下，譬如喺中国嘅鲛人同埋西方嘅美人鱼啊，里边咧你睇到咧，美人鱼喺丹麦嚟讲咧，呢、这个故事咧，呢、这个童话故事咧系相当流传喺呢、这个迪士尼嘅卡通咧都拍过《Little Mermaid》啊嘛。咁啊，佢里边咧都系歌颂紧咧呢个 Little Mermaid 嘅一种咧，精坚嘅爱情。当年咧呢、这个美人鱼咧曾经咧爱上过一个王子，可能系咧水喺个出海航出海嘅时候嘅王子。咁因为佢本身咧呢、这个 Little Mermaid 本身系条鱼嚟嘅，佢嘅上半身咧就系人，下半身咧系条鱼，有鱼尾嘅，咁比较困难少少噃。咁你行路又唔方便，如果个王子或者个呢个靓仔见到佢咧，亦会咧有一个避忌啦。点解会条鱼嚟噶，大佬冇理由识个女朋友条鱼嚟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恳求到另外一个巫师嘅肥婆啦，喺戏里边咧好肥嘅，系一只八爪鱼嚟嘅。当然佢有佢嘅法力同埋邪恶嘅力量。咁呢个美人鱼咧，小美人 Little Mermaid 咧，佢有一个天生嘅嗓子，即系佢嗰个唱歌啊，系相当之好听。嗱，呢个另外有个故事嘅。另外有故事讲海中嘅女仔咧，都系喺好擅长唱歌，而且佢啲歌声咧系迷惑海员嘅。嗱，呢个咧就系另外一个咧希腊神话嘅故事。呢个咧呢种咁样嘅唱歌好叻动听嘅女妖咧叫 Siren。你 Siren 咧？喺而家我哋话啲火烛车或者救生车拉起嘅 siren 啊，一就系呢个字嚟噶啦。好啦，又讲翻呢个小美人鱼咧，佢个声咁靓，佢就利用咗佢嘅声与呢个肥婆呢、这个女妖咧交换，交换咧就系佢成为一个哑女，佢嘅声咧送咗俾呢个妖婆。换取咗咧，佢后下半身嘅鱼尾咧变成咗两只脚，啊当然系靓脚啦。咁但系咧浮翻上嚟喺沙滩上嗰个时候咧，佢同呢个王子啊相会嘅时候咧，王子啊只系见到一个哑咗嘅，哑咗个冇咗声嘅女人少女，咁啊心里卒之咧都娶咗佢。后事如何呢？就请大家咧自己去发掘啦。因为咧，你今日咧唔系讲呢个呢个女仔嘅故事，而系讲紧香港嘅怪异嘅事。咁啊，呢个南海鲛人鲛人咧，经常上嚟呢个岸上咧。有唔系作恶喎，佢系偶然间上咗嚟咧，
結控到人類，而且咧相當 friendly 嘅，相當友善。咁當然咧後來有啲傳說咧話佢生咗仔之後咧，卒之咧要離別，要翻去佢嗰個祖家。咁但咧呢、這個後來一個咧羅曼蒂克嘅故事咯。咁呢一種咁嘅交人咧，亦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咧盧亭如日。盧咧就係、是、平底盧，平底盧，即係咧姓盧嘅盧，係平底嗰、那個，唔係盧作嘅盧。亭咧就一個老襯亭個亭，一個亭。咁啊，漁人呢、這個盧亭人喺明朝東莞人咧嘅鄧純咧嘅住嘅大溪山36魚中間咧有記載。大溪山咧呢、這個溪咧就係、是、溪水嘅溪，冇咗水字三點水。咁當然咧，當年叫大魚山咧就叫大溪山。咁啊，盧亭人咧就係喺嗰度發現。而且咧喺另外一本書咧叫《廣東新語》裏面咧都有記載，話有盧亭者，身安大嶼山有之。嗱嗰陣時嘅大嶼山咧，個嶼咧就唔係而家山字邊嗰個嶼喎，島嶼嘅嶼，佢係咧真係一條魚魚喎。佢話咧記載話咧個長相咧好似個人咁樣，有男有女，但系咧奇怪在咧，佢嗰个毛发，即系头发或者体毛咧系黄色嘅，而且咧相当粗糙嘅，唔系幼丝咁样嘅，好似中毛刷咁样嘅，好似刷硬刷咁样。咁呢啲咁嘅盧亭人咧，是好怕见到真正嘅人类。如果真正人类同佢接触呢，呢、這个盧亭人呢，呢种咁嘅水上嘅人呢，水上居住人呢，就会啪声跳返落水，咁声潜咗去。哎，佢哋好游水好叻，佢根本都冇法子呢捉到佢，同埋见得清楚嘅。咁曾经呢亦有佢哋呢啲水上人嘅男人咧，同盧亭人嘅女性咧交歡，咁正話都講咗咧，成為咗咧佢哋嘅朋友，咁呢個咧亦係後來咧好多故事裏邊咧嘅採取嘅一種咧骨幹嚟噶啦，咁當然咧係一個悲劇啦，咁生完仔之後咧，要翻去，咁啊點樣離別嗰個仔女同埋離別嘅丈夫咧？後邊好多故事咧，咁呢啲半人半魚咧喺香港嘅古代歷史裏邊咧記載咧喺大嶼山咧的確係出現過。咁其實咧我哋正話一開舊上個禮拜咧上幾禮拜嘅講法裏邊。香港嘅怪異咧，必定有原因嘅。呢啲所謂當年嘅 urban legends， 呢啲都市傳說咧，一定有原因。咁啊，點解會傳說到香港大嶼山居然有一種種族係水上居住嘅，喺水可能喺水底居住嘅人魚咧？咁咧呢、這個推測咧係有咁嘅諗法，因為咧香港咧地處一個海洋嘅邊緣，咁但係咧亦唔係這個文明嘅發達一個好大嘅都市嘅當年，咁周圍嘅海洋咧自然咧引起好多神秘嘅傳說，因為海洋咧係好難預測嘅。佢陰晴不定，而且咧，
海中呢，人海上海中呢，人类呢仲未百分之百掌握到佢嘅资讯或者佢知识。即使而家呢係文明可以上到太空，但係对于水呢，深水里面嘅世界呢，仍然呢係一个谜，唔係咁清楚嘅。海洋嘅規則呢，即係點樣裏面點樣翻風啊，點樣潮汐呢可以，但係陰晴不定呢係真係的確唔係咁容易掌握到。咁變咗呢係多咗好多幻想。咁呢幻想裏面呢，自然呢就會出現咗呢一啲叫做不可能解釋到嘅神秘現象。譬如呢水怪，譬如呢刚才我哋再讲嘅海中生活嘅人类。究竟有冇一啲人係可以喺水里面完全喺水底生存，喺某一啲印度传嚟嘅佛教里面呢，亦有所讲到嘅海龙王，所以有龙宫。但你呢唔好忘记，海龙王呢并非系人类嚟嘅，佢系一种神，而且呢系有龙角。咁呢自然呢统治咗海里面呢嘅虾兵蟹将。咁呢个同西方譬如希腊嘅神话里面呢讲到呢呢、这个海中揸住三叉嘅佢哋又唔系叫龙王，佢海洋大王派西顿，佢嗰个故事力系呢充满住呢好多神秘。不止有水地方，譬如河流，喺中国嘅民间故事里面呢通常出现有河神嘅，即系河嘅掌握河嘅神。湖有湖神，呢啲咧有好有唔好，有乖有坏，亦有好嘅。因为咧呢啲水域，呢啲河湖，就算冲，对于中国一个农业社会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因为咧灌溉就靠呢啲河水啦。如果当年嘅雨水唔均匀，河水唔充足，咁呢弊家了，就好容易旱灾，咁农作业失收，人呢靠生食生嘛，自然呢就要挨痛饿啦。但係不以为河水溪水呀呢啲太多又好喎，唔係喎。佢泛滥起上嚟呢，亦制造成呢呢、这个灾祸嘅。黄河呢历年来改道亲呢，佢泛滥嘅时候呢，呢、这个黄河冚咗好多地方喎，嗰啲低洼地方呢就俾佢呢冚晒。冚咗之后呢，累积嘅泥呢亦呢将嗰啲低地咧填高咗，咁喺黄河嘅河底底床咧，有啲地方咧已经系高过地面噶啦。不过咧，两边不断起咧呢个河堤嚟到去顶住咁解啫。但系一崩堤咧，这个咧亦系一件好惨事。咁近呢几十年咧，已经咧慢慢咧改造咗呢个河流的影响。咁但呢当年唔知道呢、这个自然生态嘅时候呢，就係将呢呢、这个围祸或者呢呢、这个发恶啊，嗰度河当佢发恶嘅时候呢，就变成咗呢係一个神话故事。咁要祭河神啦。咁大家呢，我哋细个嗰时呢读过呢本中文呢西门豹志业，
就係講咧西面派去到嗰度咧，啲河神作亂嗰啲神棍咧，就要捉啲少女啊，少女喎，仲要係處女喎，監生抌落河度，哇！河伯娶婦喎，係咪咁咧？咁當然係一種咧迷信啦。西面派咧就係一個良吏良官，好嘅官，咁咧就打破咗呢個迷信。好啦，講翻呢個盧廷人咧，點解會存在？好簡單啫，因為海洋係一個神秘地方，好難咧能夠認識到海洋嘅規律。咁自然咧就會引致到咧有好種猜測。呢猜測咧，其中包括咧就係呢種人魚。咁啊，一種咧咁樣嘅睇下佢點樣寫啦。有羅曼蒂克嘅，亦有咧淒涼嘅故事，係一個咧當時咧嘅啲人嘅想像。咁啊，係咪絕種咧？呢樣嘢我就好難講。但係咧，可以講一句，就係咧，而家冇法子再揾到。呢種咧喺香港屯門出入喺海中出入嘅人魚類嘅動物，所謂盧廷人啦。好啦，咁咪又講第二則咧。香港嘅怪異唔一定鬼嘅，香港唔一定要講鬼故，有怪異咧都有。咁另一個怪異嘅故事咧，我哋可以講講咧靈龜嘅故事。如果你上個山頂咧，去行個圈咧，咁咧好多人咧都拍攝過呢個咁樣嘅怪石。呢、這個怪石咧喺半山度咧，啲人咧就話佢相當似一隻龜啊，係一隻石龜。咁亦有人話咧，呢個係一個香港嘅靈龜。是代表香港的一个前途前程的。咁佢一路爬呢爬到落海呢，咁香港就陆沉啦，咁讲。咁有啲人话佢爬上嚟嘅，咁爬上山都有嘅。咁呢啲大家呢揸住一隻咁嘅石嘅形象嘅东西呢，就好多嘢諗㗎啦。咁呢啲呢喺古代呢經常會出現咯，譬如喺沙田咁啊，有所謂望夫石啦，好似一個婦女孭住一個小孩，咁又喺山頂咧盼望住咧嘅丈夫翻嚟，望夫石嗰、那個叫望夫山。咁啊，我上過去啊，親身去個石嘅底部，但係發現咧。如果上到去咧，就完全咧係唔係一件唔係嗰件事啊，即係幾嚿大石嚟嘅啫，凍喺度啊，咁啊完全咧要遠睇咧，越遠睇就越似啊一個婦女孭住個細路仔。咁啊，當然又有一個咧香港嘅神怪故事咯，發生過咧呢個婦女啊要孭住仔咧等待翻個丈夫。翻嚟屋企，咁呢個當然亦係一個淒厭嘅故事啦。人類就咁樣嘅，好多時咧就喺自然中咧發現咗一啲事，咁啊將佢咧加以想像，加以咧創造，就成為咗一種咧民間嘅傳說。咁另外咧，獅子山咧個似只獅子，呢個唔係今日噶啦。我睇咧有咁耐香港歷史已經有獅子山，咁獅子山咧，亦有好多故事，不今日不在話下啦，不在講嘅題裏邊啦。咁只係提一點咧，近住喺黃大仙嗰頭咧，就有一紮咧石，大嚿石嚟噶，有大嚿有細嚿，咁啊，但係喺山邊，咁啲人咧就話呢嚿咧，呢啲就係獅子嘅大便嚟嘅，嘅糞便嚟嘅。叫獅子糞，
咁究竟系唔系咧？瞓啲咩同石头有关咧？呢啲不在今日讨论之列啦。咁啊，讲翻呢个灵龟，呢个灵龟啊，香港人咧相当啊，好多人咧都见过，觉得咧呢只龟咧真系可以代表香港嘅命运。但系咧喺1997年。香港回归嘅时候呢，就喺香港呢、这个新起嘅香港历史中心，佢发现呢佢嘅建筑喺湾北嘅对开海上呢，佢真係似一隻龟喎。一隻呢大龟落咗海边。咁啲人就话其实呢个建筑呢已经是呢代表了香港的灵龟已经到了那里了。settle 了啦。咁有佢嘅美好嘅明天咁讲。咁信则有呢，不信则无。咁但事实上呢，当地呢喺湾北呢就是一个非常呢重要嘅地方。譬如呢好多嚟香港旅行嘅朋友，无论是北方来的外面来的，都会去呢 当地的这个紫荆广场看看，行下影个相。咁每逢大节呢，比如国庆节呢，咁在那里升旗礼，长官啊，各种议员啊，街坊乡绅啊，都到场的喎。咁呢个都真係一個香港嗰個心臟嘅地方嚟。咁呢個呢就係咪嗰隻龜嘅失嘅作用呢，係靈龜作用呢，就各有各說啦。咁係咪香港呢隻石龜係代表咗佢嘅前度前程呢？呢、這個呢亦各有各說。大家呢姑妄言之，就姑妄听之可也。好啦，咁又讲多另外一个故事咯噃。咁呢个故事咧，同香港咧呢、这个鬼故事同香港有几大嘅关系嘅。呢、这个咧，大家咧喺中环，而家中环咧嗰、那个地方咧就改建咗啦，拆咗改建，改建咗咧成为咧中银大厦。嗱，呢个中银大厦国际知名嘅巴闭噶，贝聿铭咧白色噶，唔系讲笑话。香港咧，得到呢个世界级嘅顶级嘅建筑师咧，同佢画呢个3尖8角嘅中银大厦，哼，你从外边睇咧，佢就多面噶。咁啊，好多人咧就讲，中银大厦咧系一个风水嘅，咁信风水嘅冇所谓，咪信真系可以帮到风水咯。有啲信风水嘅又唔系咁讲，就话咧，呢个系克制住啊。当年啊，嗰、那个广督府嘅，系咪咧？人言人说，但之前咧呢、這个地盘咧就系、是、曾经做过香港政府嘅差饷物业管理处。我的年轻好啦，继续直播如是我闻，仍然是我同大家讲香港怪异。咁因为上半决呢即係播咗半小时，但呢中间呢停一段时候，因为嗰个技术上嘅问题，所以大家对唔住吓。咁啱啱讲到呢香港另外一间呢好著名嘅美利大厦。咁美利大厦呢，你知道当年呢就係、是、差饷物业估价处嘅衙门嚟嘅。咁而家呢就起咗变成中银大厦啦。咁当年呢喺香港相当大的新闻，咁啊话咧，美利大厦闹鬼，
唔系啊嘛，闹鬼，事实啊嘛，好多人都听到喎。嗱，讲出嚟咧嘅情况，好似好多系小说嘅题材，但实际上咧相当吸引人。嗱，事在咧地点在呢个中环，而且咧相当旺嘅地方。喺花园道上去口嗰度一个扼要地方。咁当年点解会闹鬼呢？就因为呢日治时代呢呢间英式嘅大厦曾经俾日军呢占领过，而且改造咗呢成为一个监禁同埋行刑嘅地方。咁战争呢係好残酷嘅，係唔同你讲道理呀，唔同你讲咁多林林心心又话人权呀咩咁冇㗎喇。总之到时到后拉咗啲嫌疑人物或者嫌疑呢军事上政治上嘅间谍，咁呢就入咗房呢就唔係暗角出警打人咁简单喎。光明正大咧行刑啊，咁啊即系龟瓜鬼叫啊，打到啲人咧，咁啊日本军队咧，咁啊对嗰啲囚犯咧或者战争囚犯咧所施用嘅刑罚咧相当之残酷噶，咁啊灌水啊、吊飞机啊等等咧，即系咧惨不忍睹，咁啊未必定打死你嘅，但咧有少少怀疑咧，就要你供出好多军事上嘅秘密，咁啊唔系咁容易咧，系能够抵挡到呢啲咁嘅刑罚，咁啊亦拉咗好多人，我相信咧中间咧都有好多冤枉嘅。咁之后咧，日军咧就会处置咗、处决咗呢啲咁嘅犯人，呢啲咁样嘅间谍或者系情报人员，咁咧斩头多，咁所以咧男男女女又老老嫩嫩都有，咁啊所以咧喺呢个美利大厦，曾经喺嗰度被人俾日本仔杀咗嘅、虐待过嘅，甚至乎咧冤枉过嘅。有啲挨唔住刑罚，喺狱中死亡嘅，怕者咧大大话话估计咧都极上千人。咁啊，根据中国嘅传统嚟睇咧，好多呢啲冤死嘅灵魂咧，就系为之冤鬼啦，即系佢喺中国嘅儒道、儒释道三方面嘅体会嚟讲咧，唔觉得咧呢一种咧系顺其自然嘅死亡，系会咧投胎或者咧归位或者安息 RIP 嘅，而系咧会含住呢个冤狱或者呢个冤枉咧成为厉鬼。中国有呢个 term 嘅，有呢个名词叫厉鬼。厉鬼呢无他啫，都系一个怨恨，使到佢哋咧会喺人间逗留，而且咧寻找雪冤冤情啊，雪冤嘅机会。但系咧好可惜，三年零八个月嘅日治时候之后咧，日本咧投降，行刑嗰啲官员啊、兵士咧，恐怕都翻咗去日本，或者翻咗去祖家噶啦。咁啊，真系冇仇报，咁啊就晚晚喺嗰个美利大厦咧就冤叫咯。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听到话喺美利大厦咧闹鬼。又话咧喺嗰度咧夜晚黑咧见到操咗一队人出嚟添，哇！越整越讲就越离奇。你知啊？
呢種所謂都市傳聞咧，就係咁，有佢嘅呢個特性。呢、這個傳聞之後咧，就有人加添加醋，加鹽加醋，引致到咧越講就越離奇，越講就越古怪。咁喺我哋唔信嘅人嚟講咧，呢啲只不過一種創作，鬼怪創作嚟啫。但係喺信嘅人嚟講咧，呢、這個係一個真事嚟喎，而且佢有因有緣喎。開始嗰時係真係使到人哋感覺到真嘅喎。好啊，咁後來咧，香港政府咧，港英政府嗰時，亦咧平息嗰度翻工嘅人，同埋咧周圍嘅行人啊，或者居民啊嘅意見咧，請過咧唔同嘅宗教嘅領袖咧，去為嗰度嘅亡靈解脱。咁聽聞咧，基督教嘅主教咧，聖公會主教咧，去過親身咧，同佢做一個祈禱。咁佛教咧，國光大師咧，不使講啦，請咗翻去咧打齋添啦。咁打咗堂齋俾佢咧，咁聽聞咧就平息咗啲。但後來咧，因為要建築中銀大廈咧，就成個美麗大廈咧就拆卸，就將佢咧一嚿嚿石頭運咗去赤柱，咁而家就喺赤柱重建咗呢個美麗大廈。上高咧二樓咧就係、是、好多係餐廳嘅，大家咧如果入到赤柱咧，亦可以咧海邊咧睇睇。享受一下咧嗰陣時嘅英式建築。咁而家我哋講翻咧，就呢個所謂都市傳聞咧，佢有咩嘢後邊嘅原因咧？咁啊，好簡單啫，就係咧香港地咧，係一個文化交集嘅地方。有人用一個比較難聽嘅名詞咧，叫做雜交地方。佢東西文化，各種嘅宗教，各種嘅信仰，各種嘅文化上嘅行為，譬如打齋，譬如咧超度大會，譬如祈禱，呢啲等等咧都應用嘅，而且好多時咧溝集嚟一齊應用。咁你話信得過咩？唔係，佢個個都信。個個佢都有效咧就得噶啦，所以香港咧係一個咧有效主義嘅社會。總之邊個有效就邊個上陣，咁大家咧唔應該係互相排斥。你有你，我有我，咁所以咧，你而家見到年初一一排頭落上頭柱香，咁又係一種咧風俗習慣。去初三，去車公廟必定為香港前途就求一支籤，咁亦有好多咧鄉親咧又去第二間廟咧又求一支籤，咁可能啲籤文本身咧都有唔同嘅傳釋嘅喎，但唔緊要，最緊要咧就求，有啲就話好，有啲話唔好，咁各有各説咯。呢、這個世界事實又係成年咁長，梗有啲好，有啲唔好噶嘛。咁睇你講邊份嘅啫。系嘛？好啊，讲翻啲美利大厦嘅闹鬼咧嘅事件，足以证明咧香港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咁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所有嘅世界上各种文化、各种历史上嘅鬼怪，都有佢唔同嘅特色。即系换句说话讲咧，浅显啲讲咧。耶教有佢自己嘅文化上嘅鬼怪，佛教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鬼怪。佛教有鬼嘅喎，喺山野上咧，野林中咧都经常有鬼。乜道教更加有鬼啦，唔使问啦，系咪？咪啲道士捉乜鬼啫？咁啊，中国传统民族传统里边又有鬼，人死若鬼啊嘛，人死咗就系龟，龟就系鬼啦。咁呢個咧，亦係中國文化喎，
上高嘅一種咧傳說嚟嘅。咁所以咧，呢度香港亦有好多印度人，亦有咧印度教，又有婆羅門教，種種咧呢啲咁樣嘅宗教同文化咧，都有佢唔同嘅神同埋唔同嘅鬼。咁呢啲溝溝雜雜咧，大家喺香港嚟講咧，就叫做食得咁多就咁多，冇所謂啊。所以咧，大家咧亦唔係規定咧話邊個宗教係同呢個行政有關，亦容許到咧香港咧有呢啲所謂七大宗教啊嘅崇拜同埋信仰。都算是一个呢相当自由啊宗教自由的地区来的。那么讲回这个美利大厦闹鬼的事件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么以呢这个日军呢占据那个美利大厦所做出的残忍呢的事为一种呢最主要的解释。咁啊，點解會喺坊間流傳呢？社會上有呢個講法呢，就係念念不忘啊，香港呢三年八個月嘅淒慘日子。呢三年八個月呢，喺日治時候呢，事實上呢，係香港係處於一個呢好孤立嘅地方，人口呢好多被逼遷移返去國內。因为不够粮食，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粮食出产的地方，也不够香港人吃的。当年应该够了，当年渔农社会的时候得几千人没所谓。但是一到了是一个繁荣都市的初型的时候呢，已经不够了。到了战前的时候呢，3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人口呢都有过几百万。100-200万閒閒地，咁所以咧，亦唔係咁容易養活呢班，水都死啦，水都唔夠啦，嗰陣時都靠水塘啦，仲未興建咧大型嘅水庫喎，咁所以咧，喺種種咁樣嘅條件底下咧，香港咧喺呢個日治時候咧係缺水缺糧，而且係一個軍政府。管理相当咧系艰难日子，我记得咧，我另外一个朋友啊，董彪啊，佢咧曾经试过喺日治时候生活，要攞粮票嘅，咁佢话香港乜嘢艰难都试过咯，惨得过日治时候，使乜惊啊？咁呢个系董彪嘅讲法。咁啊，闹鬼呢件事呢，就系、是、一种怨愤，唔系鬼嘅怨愤，人间嘅怨愤。对于咧当日呢个日治时候啊嘅一种咧，惨无人道嘅生活嘅一种回忆，亦系一种咧诉苦，或者咧系一种咧名怨，亦反映出咧当时咧嗰个年代。是几咁憎恨侵略者，几咁憎恨咧呢啲咁样嘅残暴嘅政治手法，或者咧好粗暴咁对待人民，好多冤枉、很多冤案咧出现，咁所以咧亦有好多冤鬼。后来咧，因为种种问题咧，香港平息咗啦，即系呢个政府为。嗱，呢個港英政府好精嘅，佢本身咧係聖公會基督教嘅嗰、那個佢哋嘅高官，或者派嚟英國嘅長官、港督開始、布政司等等，佢哋咧都係基督教新教嘅信徒，但咧仍然喺統治呢中國文化地方咧係唔排斥。用中國的方法咧，傳統方法咧，嚟到去治理一啲咧民間嘅問題，譬如剛才我哋講嗰個打債，
譬如咧，佢容許咧我頸潮可以打笑人，亦咧有一個咧尊重當時啲鄉親，要每年都要去車公廟求籤，甚至乎喺警署上高，戰前開始噶啦，亦準你咧安放關帝，你作為一個形象上嘅義氣崇拜。嗱呢等種咧就係佢未唔會用一啲咧高壓手段嚟到去控制個殖民地嘅殖民。佢係基督教新教，亦尊重其他嘅信仰宗教。嗱呢個咧信仰自由咧係一個香港嘅成功嘅基石嚟嘅。啊，咁亦冇所謂管理，佢有廟宇管理，即係唔好俾啲神棍搞啦，呃錢啦。但實際上咧，喺宗教信仰嗰方面咧，係相當自由開放的。咁呢個係反映到一個香港嘅現實環境。我記得咧，細個嗰時咧，追隨住個伯爺咧，去過跑馬地啊。嗰陣時嘅馬場咧，未有沙田大馬場，就咩跑馬咧都係跑馬地做噶啦。咁啊，細路仔唔入得去喎嗰陣時。咁啊，點解會去咧？因為咧，我伯爺帶我去睇睇咧，當年咧馬會請咗七壇，每壇七位高僧，就開咗一個咧打齋大儀式。事緣咧喺轉彎嘅地方咧，曾經咧有騎師墮馬，而咧撞到咧欄邊，或者咧俾馬踏親，或者一隻馬咧閒閒地一千磅以上，俾佢踩腳啊！你唔好話戴頭盔啊，你坦克車都俾佢踩扁。咁所以咧，相當之危險，可以行船跑馬三分險就係咁意思。咁啊，當年有位冠軍騎師司馬克啊，亦係喺一次嘅競賽中咧，跌落嚟死咗。何偉航另外一個騎師咧，亦俾馬咧撞到埋欄杆咧，歸天。咁啊，好多人咧都講咧，馬會咧，哇，都好猛喎，鬼啊！當年咧，亦試過咧。马棚大火啊，烧死好多人。马棚大火当年咧，点解会烧着咧？就因为咧，当年嘅官棚咧，并不除咗马会会员嗰边系铁棚铁建造之外咧，其他咧系竹搭成。咁啊，好似而家咧啲搭棚大器嘅竹咁样。咁但系当时嘅消防條例唔係咁嚴格，咁所以咧又容許咗好多小販咧喺嗰個棚下低咧煮食，咁啊肉食咯、熟食咯，呢熟食咧唔係而家雞魚蛋咯，可能係雲吞麵啊，可能係牛腩麵啊等等。咁啊，如果打死咗，雖然你柴爐啫，嗰陣時未有火燒爐喎。未有石油氣啊，都好容易引起燒著，因為佢哋竹嚟噶嘛，木嚟噶嘛，咁啊燒咗之後咧，一混亂咧，人搭人，咁就造成災禍啦。咁大家記得咧，九十年代咧，蘭桂坊都試過啦，喺呢個垂直冚一聲踩落嚟都傷亡慘重，你大家都記得呢件事，係嘛？咁所以咧。馬會咧，基於咁樣，馬會當時咧係左翼時代咧，係啲大粒咧，全部大部分都係洋人嚟嘅，中人有冇有甚少，咁啊啲人話咧，冚唪都係呢個香港會嘅會員嚟嘅，咁講咁啊非富則貴咯，或者大官大官呢個貴人咯。咁啊，呢班人咧
信都是新教的多。但亦容許呢這些打齋的事件，你整了這個七壇的大的打齋，我親自呢追隨著個伯爺呢去到馬會，他在會員棚下低開壇，啲和信大師咧著曬袈裟，一壇一壇一壇七個，咁啊為當年咧喺馬會呢個地盤上死咗嘅冤魂咧打齋。咁啊不單止係俾嗰啲燒死嗰啲，或者係跌傷嗰啲，或者跌死嘅，咁咧居魂咧 OK 嘅，後來咧平息咗呵咁講，咁係唔係咧？这个是天知啦。不过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呢香港反映出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的宗教的信仰没有是一个强迫性排斥性。现在呢有强迫性排斥性掠你去翻教会的呢这些浪。当年呢是隨便，即係自由，亦唔會話咧，信某啲教咧係低 B 或者咧迷信。宗教咧係信個心信唔信啫。宗教上咧好多道理上咧，除咗啲邪教之外，都咧講到人嘅本性點樣咧喺人生裏邊咧，能夠快快樂樂。安安定定，唔好害到人，自己咧获得一个咧快乐嘅一生，系一个指标嚟。所以咧，基本上香港系容许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尤其中国固有文化底下咧，系过佢嘅宗教生活。咁呢个咧，我觉得咧亦系刚才喺美利大厦。这个故事或者呢香港赛马会跑马比打斋这个故事讲这些鬼怪故事里面呢的得到的一个呢启示。那最后呢我都讲讲呢香港的闹鬼的另外一个传说。那这个传说呢发生在湾仔。湾仔当年呢有一个东城戏院，拍了很多呢上年纪的听众呢都怕咗听过呢间戏院。我都去过睇戏。咁喺海边嗰陣时。而家就唔係囉，而家就怕咗都喺市中啦，因为嗰边都起咗翻北啦。咁当年呢呢间戏院呢都相当一间規模嘅大戏院嚟嘅，上映西片。咁有好多故事呢就发生呢，就话入个女厕里面咧，曾经见过女鬼拎个头落嚟梳等等咯，越讲就越离奇咯，好多人都惊啊，唔敢去睇戏，因为戏院咧黑掹掹啊。咁有冇咧？事实上咧，又好难讲，呢啲可能系幻觉。嗱，点解呢间东城戏院曾？会有闹鬼嘅传说呢？这个呢亦堪回味喎，即係研究喎。因为呢曾经佢呢个地盘呢曾经係做过湾仔嘅一间好出名嘅殡仪馆。咁香中国人呢嘅礼仪呢对于好尊重死者。咁以前呢在这个古都不是很古的清朝民初的时候呢都是呢要有个很隆重的仪式呢来到处理这些去世的人。那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说话，有一个成语叫做呢寿终正寝。咁啊，安乐啦，呢个咧有荣誉啦，正寝喺边度咧？
好多人都认为正寝就个睡房，唔系，原来正寝就佢个厅，一个屋企嘅大厅。当一个人流嚟嘅时候咧，佢嘅家人咧就将佢抬出咗个大厅，摆张临时嘅轿凳搭成嘅床上高，就铺咗张新嘅席。嗰陣時冇彈弓床，就將新嘅席咧鋪咗之後咧，就等嗰個病人或者即流嚟嘅人咧喺度度過最後嗰幾個鐘頭。咁呢個行為咧就叫做逆跪啦。但呢個跪點寫咧？竹字頭下低一個跪墊嘅跪，呢個跪就嗰把佢瞓嗰嚿席，嗰張席。咁呢、這個变咗一个好含蓄嘅方法咧，讲话呢个人咧就快要去啦。咁你寿终正寝咧就系咧喺厅嗰度咧离开，嗰啲家人咧个个喺隔篱睇住侍奉住。咁咧喺古老嘅中国嘅传统里边咧，呢、这个叫有福喎、啊。点解咧？有仔女送终，最紧要就有人送终啊！冇人送终咧，话知你几多身家都咧，佢都系个冇福分咯。啊，咁啊，跟住咧后边咧，我都写本《地狱词典》里边都讲过，点样咧？上天棒叫魂，叫翻佢翻入嚟，叫唔到，养佢啲衫，就将佢件衫咧摆翻落去，等佢冚住个尸咁之类咧。大家睇嗰本咧，地狱词典咧都小弟嗰本绝作咧，你都见到噶啦。不过咧好难买呢本，你图书馆借咯都有嘅。咁啊呢啲咧就呢啲咁仪式就咧呢个死者咧，如果佢有宗教嘅，譬如佛教嘅、道教嘅，佢哋会打斋，会超度佢，帮佢手咧行完最后。去到投胎之路，一路好走啊！而家就叫做如果佢系冇宗教嘅，咁佢哋民间嘅处理方法亦有嘅。咁有所谓南无佬同佢开路啊？乜叫南无佬咧？南无佬系乜嘢人咧？系咪和尚？系咪道士咧？讲就好多人讲南无佬，南无佬是什么东西？就未必个个知喎。林信你就走去睇完呢个节目咧，问问冇睇节目嘅人啦，咩叫南无佬？南无佬系在家唔系去道观嘅道士嚟嘅，火宅道士佢哋叫做系专门咧同人咧办理呢啲咁样样嘅丧事。咁啊，带头咧，同佢哋破地狱啊，等等咧，一家人咧就一个安慰。呢在家嘅道士咧，出身咧，可能系其他，譬如有读书人，亦有其他唔同兼职嘅人嘅。香港咧，我见过识得嘅咧，有好多系做警戒嘅。啊，佢落咗班咧，佢着翻嗰件。南无先生嗰件衫咧，吓佢就变成南无先生噶咯噃，吓亦有啊呢、這个咧香港嘅特点嚟嘅。好啦，又讲翻咧呢个世界各种唔同嘅鬼怪咧，咁啊东城戏院咧嘅鬼咧系大相似于咧中国传统上讲嘅鬼。咁啊，睇得多啦！当年余丽珍拍嘅无头东宫生太子，咁啊真系出呢个头落嚟梳噶噃，咁啊，咁啊亦有呢啲配合咗。咁啊，点解厕所系会成日闹鬼咧？咁呢个咧亦同中国嘅传统咧厕咧，即系去方便嘅地方咧比较污秽啊，咁咧。佢覺得鬼怪都係污穢，咁所以咧，
亦会摆咗喺厕所咧多啲柜。另外咧，点解戏棚咧又多柜咧？因为咧，好多人都觉得咧，睇戏咧系大家娱乐嚟嘅，因为嗰阵时冇咁多电视，冇咁多电影，又冇咁多而家嘅电脑嘅游戏啊，又冇咁视频啊嘅制作咁。去到睇戏咧，系相当咧睇大戏啊！我讲戏曲，相当咧系一个娱乐性。咁尤其咧乡下咧有啲落班落乡班咧去演出，或者咧神诞时候咧嗰啲富户咧出钱咧请啲大戏嚟演出，咁大家咧喺嗰个地方时候咧就有一个。娱乐嚟噶啦，咁当年咧落乡咧，喺广东省咧就靠河运，啲河运咧就有只船啊，就运输佢哋落去，加埋啲车气箱啊、道具啊等等，咁全船人咧都系成个戏班嘅成员嚟嘅，咁有分配嘅喎，唔系乱搭嘅喎，你唔好乱坐嗰啲船舱喎，乱睡啲船舱，有规矩嘅。呢啲叫红船。有机会咧，我哋会讲讲呢啲咁样里边嘅内幕或者习规，呢个都系好有趣嘅一种咧文化传统嚟嘅。咁但系咧。讲翻佢个鬼，因为咧喺戏班咧，人中意去睇一啲咁样嘅娱乐，啲人就会将自己咧代入去鬼怪，又觉得啲鬼怪都中意去睇戏，啲戏棚咧就成日话好多鬼去睇戏咁讲，系咪咧？你人嘅想象出嚟嘅啫，吓有冇咧？唔敢讲。我就唔信有鬼嘅，所以咧呢种咧系当一种文化传统啊，文化人类学去研究。咁但系咧唔系净系南方，我哋广东嘅戏曲嘅班里面有呢、這个鬼，喺北方嘅戏班咧都有嘅。开锣之前咧，佢咧都会做一啲祭白虎，或者咧。做一啲咧祭祀或者驅鬼嘅手續嘅，咁當年咧，我記得於占元老師咧就有班僆仔啊，七少福啊，咁其中咧紅曬啦、成龍啊、洪金寶啊、元彪啊等等，咁有一次咧同嗰陣時年輕嘅洪金寶咧去旅行，咁佢咧日間咧。就讲故事，讲佢细个嘅时候咧喺戏班度咧，曾经做过开锣之前咧嘅祭白虎。咁咧有一个演员咧就要扮只白虎，就呢只白虎唔系真系披只虎皮嘅，系一个戏班嘅装扮嚟嘅。咁咧，佢咧就要俾嚿豬肉佢食添。咁另外咧有啲龍虎武師咧，就負責咧祭完之後咧就趕白虎，將啲白虎咧由戲棚趕嚟，追入森林嘅，追去其他地方村口都未定。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已經將災禍或者唔好嘅嘢咧，或者危險嘢咧。得到咧驅逐免除啦，有呢種咁嘅手續叫趕白虎。咁啊，香中國人咧喺呢個傾直嘅時候咧，打小人之餘咧，都有打白虎噶，都有呢個咁樣嘅儀式嘅。呢個咧又一個宗教求安心嘅一種咧手續或者儀式嚟嘅添。咁啊講翻咧戲棚或者戲院。闹鬼咧，佢来源咧好多噶啦，好早噶啦。咁但系咧，
事實上是不是真的東城戲院鬧過鬼呢？這個呢人言人殊咯，我就未，我去睇戲又唔覺得有乜嘢陰氣重重咯，因為睇西片嚟嘅。咁啊，當然亦有好多傳說咯。咁呢個後面嘅所謂意思係咩呢？呢、這個意思就係咧，一個中國傳統咧，對於一啲譬如戲棚，對於一啲咧黑暗嘅地方，譬如一啲咧比較污糟嘅地方，所謂污糟。有兩個定義，唔係一定係物理上污糟，精神上嘅污糟得，即係廁所。咁誒，而家廁所乾淨到無倫啦，以前廁所就係不堪入目嘅。咁啊，呢啲地方咧藏污納垢，咁啊變成咧係一種咧詭異啊流連嘅地方。咁誒，拍者而家咧已經改良曬啦。我睇咧政府咧亦會留意啊呢個衞生，咁啊即使係公廁咧，而家咧都乾淨好多，同咧我細嗰陣時嘅公廁咧真係不可同日而語。咁啊乾淨咗之後咧，自然就鬼怪咧就會驅除咗噶啦。咁呢個咧係咧一個社會嘅進步。我哋睇東城戲院咧嘅爛鬼咧。亦可以懷緬咧，當年咧，啲人嘅古老啲嘅思想，咁有冇咧？喺我嚟講就冇嘅。不過咧，我哋研究，雖然我冇咗，我唔信咯，但我去研究，希望各位咧都係研究嘅心態去睇鬼神喺裏邊咧，因此啊得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增加我哋咧日常生活嘅談話資料，啲書本未必有。咁你睇下我呢個節目，睇下女王嘅節目，如是我聞咧，亦會增加咗好多呢類嘅知識嘅。咁啊，兩集講香港嘅鬼怪咧，好多嘅香港仲有好多鬼怪，就此咧完結。我哋跟住嚟，我會籌備多啲咧，講呢啲課本唔講到嘅。冇教你嘅一啲咧奇異故事或者咧現象俾大家認識下，咁祝各位咧大吉大利啦，多謝曬，就咁拜拜啦。